我都护着水友呢，每次。我也是农村的呀。那你也干活啊？那肯定的。嗯。我先单杀一波。没有没。哎，那你的照片的网友没给你扒出来吧？没。哎，那你咱们回头打个赌，就是如果那啥的话，你给我发个你照片行吗？我不给别人看。真的假的？打个什么赌啊？你说。我想一想，想一想，这个是重磅重磅赌注了，我想一下。你这次赌赢了，拿三次抖家底掉，兄弟。嘿嘿。那不买，你这个照片咋的不得值个五百八百的？这还赌啊？过两天就漏了，还赌、啊？发点凉快的照片，拿到手也没用啊。我三级入侵了，我三级试一下。OK。血瓶白磕了。哎呀，逮到！来来来，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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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应该不需要你了。艾克往你这边走，但是他没线权，你杀你杀你杀就往下了，我保你。OK。艾克过来，我保你，没事没事。没事，他扎克没有交技能啊，什么技能没交的 ？OK。哎，他红开的啊，他没有打蓝。这个扎克出门往下走了啊。哦。好的好的，我的上路也争取杀一下。人气嘛，人气我一直都是这么低，没办法，我这个英雄不是特别大众化。上路可以搞了我。哎，我留一条给你，他交闪了，直接 EQ 死了。好，我给你个誓言。没打到你了，杀不掉，杀不掉。呜呼！一丝血，一丝血，一丝血，一丝血。一台。OK， 漂亮。Nice、快啊！确实快。艾克 TP 中路，艾克 TP 没了。艾克 T 没 T 了，艾克 T 了，对，嗯。嗯。哦，这小猎怪还弄我。他们直接换线了啊。对，别大桌子，忍住忍住，没事苗哥，没事，没啥大不了的，咱们就拱火拱火大队，本来没那么生气的，血压拉满了，妈的手好痛啊，我操！下次不要拍桌子了，拍电脑，电脑稍微不会很痛一点。可以给到时候给电脑来一拳。哎，啊，不过我觉得你的这个声音就是特别适合玩狮子狗，因为你的声线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一种沙哑的感觉，有一点狮子那种感觉的，就是和狮子那个配音很像，是吧？对，你很适合玩狮子狗。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，这不是更像？不，你的声音就是特别有一种撕裂感啊，有一种撕裂感，和狮子狗那种撕裂感非常像。撕裂感，还行，这把我争取多单杀单杀。这两个应该不是换线，马上他就去中了。他们只是互相吃一波线一天。嗯。小兵美国好像在上，问题不大。噔噔。我没事情做了。上路要越不？上路可以先拼个 W， 来来来，配合你。有眼，他有眼。哎，艾克往上面靠了。艾克，我反蹲一下，反蹲一下，反蹲一下。我可以杀的，我可以杀。哎呦， okay. 这艾克等级好高，七级。哎，这里有人。艾克也来了，艾克七级，艾克七级。走走走走走，我打一套，走走走走走。
要不杀杀一个，杀一个，好，他没放了技能，我操，大招了，能杀吗？我拉开了，完了，难度，但是他应该会死，那边不应该死不了吧？他马上杀大招，看你了，我配合你，自助一下，漂亮 ，OK， 不亏，拉扯，欢迎火箭，无所谓，艾克没大没野人没闪现啊，哎，拉开拉开，他有 W， 他有 W 了，我喝口血。扎克没被动， okay, okay, 没闪、啊。拉扯能杀能杀。漂亮！哎呦！漂亮，还行。OK， 可以。很赚，很赚，很赚。二换三。艾克这吃线吃的等级太高了，七级。我刚想骗他大，没骗出来。我先升个六吧，先升六级。哎，人马不是那个皇子，现在特别猛。那个可雪青龙刀，可雪青龙刀皇子特别猛。哎，你狮子有没有考虑出那个什么青龙刀啊？青龙刀这版本贼强，嗯，巨强，巨强，巨强。那你这么说，我天，马上就搞一把。你可以试一下，如果你玩半肉的话，你可以试一下巨强 CD 拉满，可以。像你狮子狗没蓝的情况下，特别爽。可能比那个暗爪要香一点啊！啊，那我真的，我暗爪抽完之后直接开四，兄弟，你可以试一下，可以试一下。哦，中路我来了，艾克没大没闪，我在杀他一次。中打野也没闪啊，他有大了，没有，艾克有大了，拿龙吧，没啥机会。好勾。可以杀，可以杀，漂亮，好勾啊！双方斜臂了，我感觉螳螂也可以出青龙刀，兄弟们可以试一下。螳螂出青龙刀吗？可以试一下，可以试一下。哦，这拉扯的好爽啊！来，兄弟，配合你。这把做水银鞋吧，水银鞋吧。陷进去了，这么说？要打吗？可打。艾克肯定会在后面。嗯，看到了。走吧，艾克手上没大招。对面下路一泽三杠零吗？嗯，是的。哎，扎克在打那个红 buff， 马上血。CD 会玩，太好了，就喜欢打会玩的。把面具做一下。这黑哥应该有大了。不能回去啊。你要拿峡谷吗？不拿峡谷，我要打峡谷的，我要打峡谷的，我自己能拿的。可以，那我们可以往前压。那我就不回去了，我身上1400。中路，他过不过来，他过来我就配合你。艾克去下路了，艾克去下了。我先放中路吧，拆一塔吧。也行，嗯，你们赶紧拆，你们赶紧拆，我们下路有压力。我也灯笼，别怕，别怕，我也灯笼。走走走走，打的上单都好神啊！没兵线了，艾克不亏麻了。二塔也可以拆，二塔也可以拆，艾克没走，没必要吧？撞一下，撞一下，不撞。知道了，蛮行。他钻石无压力啊，对面还有个超凡大师下路，三杠零。哦，这把对面可以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以为咱们排不到超凡大师。
对，奎山体没大，我觉得。不是一塔了，把这塔拆了，我能来一波。啊，他死了，他没大，他已经死了。他没大是吧？打双了，我还不能开机跑了。哦，我要放大吗？你打得定不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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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算了，我放个大。能杀他，我必要他。死死死，快杀快杀快杀！没没没没开大。哇操，兄弟，你这么细节，你还预判他打？我以为他要你的E技能，他是放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嗯啊，先杀谁？先杀一泽还是先杀那个辅助啊？尽量先杀一泽，好吧。我还以为他放大了，我还预判一下他那个位置。哎，哦，下路被反蹲了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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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有反蹲的，我。哇，好危险。没。对面没完没了，哎，他动了，能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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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他们后排切了，杀吧杀吧，回山敌应该有大了，不管这边，尸体可以打吗？尸体拆一下，好漂亮 ，nice， 全杀，漂亮，对面没办法挣扎了。上路可以去守一下，复活。嗯，我出门去上吧。好的。啊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我去小龙了。嘿，439，还挺快的。哇，这下路斗神要消失了。我们这节奏好快啊！这十四分钟都还没结束，我来双杀，来杰克来了，我给你补一下伤害。奥丹局蚂蚱，奥丹局打蚂蚱好配合，跟队友上分。我操，你这小身板感觉扛不住两下呀，扛不住。啊，哦，艾克没意没意没意啊！哦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哎，我叫你走吗？我叫你往我这边走。没意没意没意，有大吗？有大。哎，他有大的，大！哎呀，蠢毙了，不上。青龙偃月刀，我来一把，这把感觉也是。跟杰克谈谈玩吗？是的。再跟，应该是跟两位大佬的吧。嗯，有头粑粑。为什么高段局是？因为马尔萨这英雄分段越高，配合越好打呀。我操！我的助攻，我这个助攻最多。嗯？这小地图是 bug。好，回家买装备。感觉带黑夜收割好一点呢。来，没大呀，没事，没有，没死了，全死了。那个交给你了。OK， 我蹭个助攻，我有上扬书。啊！我想让小兵打死他，兄弟。
我他妈我这性格就爱装逼，每次装逼要么把人头就给兵线给你，兵线给你，兵线给你，我不要。我炮车都等个一星的 CD 啊，五秒 CD。这艾克没闪吗？出水银就好，你多少有多少个人会出水银呢？来上路可以靠一下啊！出水银吧，把上路靠，我在。打小就爱装点滴。该死了！先锋给打了，那峡谷。哎，失误了，完了！我感觉咱们整个队伍好像晚上确实比中午要强势一点啊。这个节奏，对面很难喘得过来气儿的，有一点窒息呀、啊。好想听师傅喵说一句：“你完蛋了。”可以，兄弟，视频里面我待会儿争取给你来一句。百万先抢。我读一下这青龙道的技能龙之力量，哎，研究一下。三六四，先拉一小。对面应该这对面都不投，这对面还想着翻啊？撤了，撤了，撤了。哎，把先锋放上路单吃。单吃你估计要人没？不可能。就剩一泽了呀！呜呼，还行，他大招挂中路了。EZ 没闪，没闪没进化，投了。这把碾压太过了，投了。这把节奏。